身也都会入股啊，所以如果说他们觉得说我们的小门店同学还 OK 的，你回去就可以直接再选择这一项，等中国家收取分证开了一下没关系。好，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大概主要有三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网络行销的一个相关的。那么这既然我们要提到网络的部分，那自然就会你要用这几条搜寻引擎，对不对？会找资料用搜寻引擎，所以我们里面呢就来看一下说，搜寻引擎大概都怎么用。好，那再来我们还要讲一下有关于就是现在每个社交公司都有自己的网站，对不对？那绝大多数我上去看都是利用部落比较多，好，不管你用无名的啊，用雅虎的啊，好，还是用那个 Google 的，那只有少数几个好像是放在开面的，有一两个，然后上去稍微看一下一两个是放在开面的。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我说我们资料中这边有什么可以资料上或者层面上面有什么可以再做一些进化的动作，那我们的搜寻引擎产品会再成功一点。因为其实搜寻你的产品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其实您如果回去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个关键字叫 SEO。好 ，SEO， 那 SEO 这个关键字的话，你可以找看到就是搜寻你的最佳化，啊，搜寻你的最佳化。网络上甚至你会看到很多的网络行销公司，他会告诉你说，你那些关键字我帮你做，然后你的产品就是排到就多前面这样子，还要保持在第几页的。那就跟你讲，我们要拿几个关键字啊。好，那讲完了就是跟网络有关的，还有跟我们自己网站有关的。最后我还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介绍几个小蓝免费的。好，因为现在除了上网找资料之外，各位我们自己电脑里面的资料也很多，常常会找不到资料，对不对？还是你的资料每次找都找不到。我以后有时候会觉得我资料好像太多，要找有点困难，很像女生要出门衣服总是少一件，奇怪明明做了很多平常都有什么衣服要出去，我就是少一件的。好，所以我们找资料也一样，很需要呢透过这些简单的小工具给大家比较快就找到。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网络行销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来看看搜寻引擎大概是怎么用。我先问一下好了，我们主要的搜寻引擎大概是两个，勉勉强强算三个，主要的部分雅虎，另外加一个熊天给给 MSN 啊，也算的话。好，那开面的我想各位平常都会把你的首页设的开面的应该很少，那是只有中华电信台第一次装的时候会有人然后看着就走了，很好，就没有就没有看了。那所以其实你在用搜寻引擎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看的都是怎么样？比如说，你看我们来找这个我们的救国团。好，那谁排在前面？刚才我们报告好像排在最前面的啊。但是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你在找搜寻引擎的时候呢，现在搜寻引擎事实上绝大多数，如果你自己要找资料来讲的话，我想大多数人还是选择 Google 比较多，对不对？雅虎的我们比较明显能发现它在资料的这个准确度上能够找到范围真的比较差一点。好，相对来讲，那么您看一下，我先问一下，请问您有没有用过左手边的这些功能？这里其实可以稍微换一下讲，为什么？因为其实听到我们这样讲，比如说你看哦，像我们最近有什么节日，最近是春分刚过啊，清明节啊，每年都有清明节，每年都有中秋节。那你如果只找打中秋节好了，请问你会不会说我头找到？会啊，那怎么办？所以你看一下左手边这边，其实它这里还有什么，有没有？其实以前它这一块都隐藏起来，但是从去年开始，它已经把一个固定水平在左手边。最近是两会三要，哎，我想要找跟就是最近相关的，有没有？过去是小幅，过去一周、一年、一个月，那这样你找到了，就会相对比较怎么样？比较精准一点。
好，比较清楚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它实际上你点一下，就是你不要直接点这个，你不要直接点这里，你点一下它空白地方，是旁边会出现这个力量，有没有？像我们嘴巴上面这样子，对不对？右手边就出现力量，所以你可以不用直接点过去的，你可以先看看，好，它的耐力大概长什么样。好，那这个呢，其实在台湾它还有一个服务还没有推出啊。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其实 Google 的英文版它有推出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直接打，直接打的时候，我们平常都是打完关键字他们的排版，对不对？现在不一样了，你看嘛，如果你去的是这个英文的 Google， 事实上你在找的时候，你在找的时候呢，在这边哈。这边刚好我会说的比较慢，所以它是要这边打你下来那个关键字，有没有？它那个结果就会一直出来，也就是说打一个关键字，你打一个字进去，下面就有搜寻者，打一个搜索结果，那这其实这样有好处，因为平常我们是指定的关键字才看到那个结果，但是你在打的过程里面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好，那不同的关键字你打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哦，原来搞不好那里面就有同样的，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哈，所以我们在这边个人这个简报里面呢，其实我后面这边有东西一张，你们在上面看到，这个就是用英文打的，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在打，当我在打这样的时候，下面它就最多长，那如果这个多打几个字，它下面这里面就其实会再做更新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在 Google 也许你可以考虑。在用，那再来还有一个，各位有没有上网买书的经验？请问你都是怎么买的？买书应该是目前哈，就是那个我们在网络和购物行为里面，应该商家普遍接受度算最高的，所以我们那单价不算高嘛。对，那当然有些人是很久没有买书，我知道。好，那不管。反正你要找书，你要买东西，你会不会货比三家？会，也许你会去雅虎找，你会去这个信息网找。目前主要两大网站是这两家嘛，但是你们是不回家，对不对？其实搜寻引擎也可以帮我们做这样比价的动作。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宽度的哈。这个网站呢，它事实上就蛮方便的哈。我想以后如果说您在找资料的时候，宽度，好，有进来了。好，那您就直接在那打关键字就好，因为它可以帮你我们很快的找到书哈。哎，各位最近有看过什么书吗？什么书名？啊，没有，就给我们放心。我家对面是图书馆，可是我走不进去了，我都带小朋友进去而已。A 加加，好 ，A 加加，这样吗？我们找看看哈、哦，你可以找关键字，可以找书名，可以找作者。好，那么。他可以马上帮我们比价一下，你就可以来看看到底价格有没有差。哦，看到了，看到了。求职鉴定这一本吗？不是，高中生最忙的题。哎，所以好像不是，那没关系，来，我们先看一下，简介都不用看了哈，直接比价就好。在这边哈，我们看到这里有，我把放大的话图看一下。这里你看，假设这样都是两本哈，我们看169跟144有没有？
就是有价差的，请问大家买一般上面能买几个比较多？七九折，现在很少七折以下的，以前因为你在学校还能买七九折以下啊，都是七折啊、六折啊、五折，可是现在很少哈、哦。那所以说，你看右手边哦，这个免运费都要运费，可以这样广售价怎么样？哎，那你看它的定价是多少？我刚忘记看定价是多少，刚定价好像是169吧，对不对？169，那这就看有的运费是你看你。就是买500，它它不用运费，对不对？所以你看，光找这样子，自己就发现那个价差，这个大概差多少？差25块，差25块，哎，这样折数也不少哦，对不对？好，所以通过这样，你会发现要找就比较简单。那么他也提供一个不错的方法，我只是想要借的话，你可以到图书馆借，啊，包括哪一家图书馆的，好。所以这个就也可以参考一下，哎，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的。好，网络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的，这个就比较不局限在书的部分，因为刚刚那个是比较偏向书的。那么这里有8个方，事实上是台湾有好几个比较的站。当然，我还是强调一下，事实上比较最低的不见得是最好的，因为品质不容易这样比出来，对，价格是比较重要。好，那您看这823其实这个也蛮容易的哈、哦、,DALAXIND。那么它这里呢，相关它在这边呢就有针对什么？针对你家在商城里面还是在网拍。其实如果说大家没有用过网拍或者在网络上买过东西，不管你在哪一家，你有时候我们总是想要去比价一下，对不对？因为说真的，那个价差也是要蛮大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实体店一样，只是实体店距离比较远，你要比个三四家就很累了。好、哦，而且三四家比完才差50块，请问你要再走回一家吗？这样就很累了，对不对？所以你在这边呢就可以把它很多。不过会要注意一下啊，你要用户的话，再来，你千万不要来的关键字松 ，iPad 来就还好，但是如果你用 Apple， 哇，那完蛋了，你的关键相关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最好是指定型号。比如说我最近我已经先做过功课了，有没有？那我会先把那个型号打进去，这样一挤，你就会发现差很多。好，就是差不多。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来这边，好，我们来找一个，就是说，你原则上你这边打入关键字，那你可以选择在商场后台买的，那你就可以去做比价。好，可以稍微再参考一下哈。那我们就直接往下看了。那么经过这样的程序之后，各位搜寻引擎可能也许会有另外一种概念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另外一个程序，上网回到我们家，等一下看看我们家网站。大家都想说，以前我们早期不是网站上都放上什么计数器吗？没错，到站多少人啊，线上人数多少人，可是你们发现那个现在多少？为什么？比较少不是说没有，只是说那个意义比较少了。因为今天我的网站有5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请问你知道他来干嘛吗？你只知道那个数字好高兴吧，100万，可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来自哪里，他怎么来的，他看了哪些，这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上网事实上怎么样，你早就被跟踪了，对，你看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亚马逊网络书店啊，哎，他有投你广告啊，你看过什么样的网站，看过什么样的商品，他下次就推荐那相关的东西。讲比较好听，这叫做顾客中心嘛；讲比较难听，就是他有他有偷偷跟在你后面这样子，所以事实上，如果说不管您用的是顾客格，
还是用的是那个就是像比较概念的资料，您可以加上任何的流量分析。好，流量分析，那流量分析可以让你比较知道说网络这一块到底是谁来关心。好，就好像我们平常这个做课程一样，你会去调查说，哎，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课程资讯啊，好之类的。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流量分析的那个网站也蛮多的，那么 Google 呢跟雅虎都有提供，好、哦、都有提供，所以其实您要申请哪一个事项都可以。那我刚才来就给各位看一下，事项差不多，但是一般来讲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 Google 的。好、哦、那雅虎的当然如果它是分析它自己的齁、哦、应该是还好，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分析别人的也许就不见得那么多哈。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分析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来自哪边，他用什么关键字找到你的，他进来是停留在哪个页面，停留多久，他这页看完了去到哪页，这些都看得出来哈。那我们现在就登录一下。那么您看到哈，在这里我把它放大一点，让您看一下。看这边有一些网站，就像它那个账号，不用去那别人去那账号就可以了啊，这边的登记很重要。那么比如说像这边，它会先给你告诉你说这个有多少人，然后你最近浏览的最近的应该是上升还是下降。好，那我们就挑一个来看了，比如说我们来查看这个报表。那么您看到了上面这个上面的这条呢，没有什么问题哈。我们来看这边，您看这里哈，这里有没有？它有一个区间，我们现在统计的就是最近一个月，好，最近一个月的哈。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什么？你平均停留多久时间？怎么样？好，他来停留多久？那么在这边还有个是新来的还是旧的，他可以稍微判断出来。好，对吧？那还有一个叫做跳出率，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什么叫跳出率？所以我相信大家常常去上网去看网站，请问你有没有超过我们的？啊，开始一进来，啊，都没有就，这是什么对啊？一进来就走，那也叫跳出率，这样子了解吧？好，走错地方了，好，所以你看这边有这个样子跳出率。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地方，各位呢，你可以看到哈，在这边有那个叫访客的分布图，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好，因为你才知道到底哪边的上你网站来看，对不对？因为其实像大家都是网络无有偏见，但是如果以我们就是经营社交网络来讲。我要不是看到你这边上课，对不对？你太远了，来看是没关系啊。但是可能对我们就是说课程来讲是比较相对没有那么大帮助，我们就直接进到台湾就好了。不过比较难过一点的是，这样他们不小心连这样都不小心连给跑音到了哈。好，你点进来，你看一下，哦。我现在一看就知道这个网站很显然这里人比较多，对吧？好，然后呢，哎，在这边台南也有，甚至这边金马也有，对不对？好，那你滑过去呢，你就可以知道说这里是哪里。哎，这一站知道那里是哪边吗？又不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要会罗马拼音才进得来，那一部。对外向，对吧？内湖哦，内湖人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个我也会，三重，对不对？他的缺点就是，在雅虎他有个好处就是他这个是懂我的，所以你要知道拼音一样。那么我们这样就了解，哎，这个买的人了，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看看哈，事实上他还可以帮我们知道说，他既然你知道他是来自哪边的，我们再来看就是说他怎么知道你的网站的，或他怎么来到你的网站的哈，你可以从这里来观察一下，在下面这里。您看这个叫做流量来源怎么样？流量来源，您可以看到，哎，搜索搜运行了很多，怎么样？占了超过一半以上，对不对？占了超过一半以上。那么直接流量，什么叫直接流量？各位有用过我的推荐吗？已经加进去了就直接来了那一种。好，那还有一种叫推荐连接网站，比如说我看到它相关网站连接，我看到它然后就给这边过来。好，这是推荐的，好，所以您可以发现呢，以我这边来讲，主要还是搜索搜运行。那你有没有想过，搜运行那么多，我从地方是哪里？所以我们要来看呢，来，你看一下，我把它点进来。你往下看，好，再来看这边，在左手边这边，有没有发现雅虎买的最多，好、哦，雅虎大概又占了快30%，再来是直接连线的，好、哦，这是直接连过，那、啊、另外呢 ，Google 的，哎也不少啊，这边通过20%，好、哦，也20%，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雅虎的屏幕，这是哪里？你知道吗？对对对，雅虎知识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位雅虎知识，你也可以参用一下，哎，你在群哪去回答一下？那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事实上会把流量带到我们那边去的，这个是有用的哈、哦。另外，电这个是部落格的，对不对？哈、哦，这个翻译成叫翻译成嘛，哈、哦。好，那么除了知道这个之外呢，您可以看到右手边有没有发现，我可以知道它是爬哪一段链接来的，这个链接是你用什么关键字，对我来讲也很重要的，怎么样找到我们？好、哦，找到我们，所以你看它找的都是这些，怎么样？啊，以我这个网站来讲，因为这个是在这边哈、哦，我是放了阅读在上面。本来我这个网站就效果会的，要联系大家感情的，不小心把那个阅读都放上去，结果现在变成最大众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因为经营网站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平常如果勤奋，比如说像我一段时间发一个电子报，你就会发现，只要发电子报出去，当晚那流量就突然上升很多。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来网站？你有没有勤劳每天都去看的？有啦，就是你自己网页那种，对不对？然后每天都上去看，好看就这个资料是不正确的、啊，或者是你的首页，不然一般发到网站，很少会第二每天都去看一下。好，所以。大部分如果你能够主动冲击，主动冲击的话，那这样相对来讲，它的就是说，它会在养成习惯，把你个人看东西，好，那你个人看东西啊，所以像这样，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那你如果要看查看完整的报，大概点进去应该就，你可以看到说，哎，总共你看透过了172个关键字，有没有找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哦，有那么多。那这个呢，你就可以当做假设以后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透过什么一些免费的，还是说我们后面有写哈，就是一些关键字的一些应用，你要付费的也可以，用免费的没关系。那你这样应该会比较清楚，你这样讲关键字的，人家比较容易找到，对不对？不一定要第一名，因为第一名来的就比较多嘛，你可以从2、3名左右走啊，但是10名以后你就不用想太多。因为本来人就少，所以再用那个关键字大概效果也有限。好，所以你可以先透过这种方式，先等于说自我分析一下，看看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哦。那么您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呢，其实在这边，在这边哈、哦，再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雅虎的，雅虎的是不是跟这个我们刚刚看的类似嘛？好，那没意思。事实上，所以如果说您本身就有用那个什么，您的那个部落格是放在那个雅虎的，事实上它就可以申请，就直接用就好了。
不必要再做额外的动作哦。好，那差不多的，我就先给分享。那您看到发生的登记之后，您可能也要关心一下，到底网络上那么多人每天都在找啊，都在找资料，都在看资料。那关键是台湾吧，了解一下。以台湾来讲，当然雅虎的算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好，相对来讲比较多，所以可以关心。那为什么要关心？因为如果你用的是比较热门关键字，把它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会不会提高流量？会啊，会啊，当然了。好，所以人家他会把那个，就是那个关键字的部分哦，他会想办法，想办法去把那个，就是跟时事比较关，就把它放进来。所以您可以来看一下，在我们在这个雅虎的这个排行榜的部分。如果我看这个去到那边什么文章，我看一下，我已经不行了。所以你看最近比较看了这么爆红的，对不对？就是突然瞬间就是那个流量差距很多的，我想你这个日本的不行的黑嘛，对不对？超级月亮这个都很多。那么热门关键字就表示说它持续那个稳定量是比较增加的，好，就累积很高的红花旅游入喉咙。好，各位有看过珍珠奶茶锅吗？土豆老师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啊？太明显了，对，啊，就那么夸，啊，是吧？我就怕那个渐渐多。哎，所以你看哦。那当然它也有什么知识的啊，生活的啊，部落格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说，这个到底看有没有人在看。那么另外像这个什么影片啊图片，事实上你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毕竟找了很多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呢你都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雅虎的看法呢，事实上部落格类似的也有，但是部落格还可以帮你分析的更多。好，哦，分析的更多。那这个部分呢，我去一个给各位看就好了，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因为这个各位有兴趣的呢可以再去看一看。如果它事实上每年它都把它重整起来，好，你进到这边之后，它有一个年终的，这是真正每一年的，哎，比如说我们看去年的，我把它换成中文的，因为去年把它换成中文的。这边你如果只要查那个台湾的哈，查台湾的这边看台湾的数据就好了。好，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去了解到所有的那些关键的一些，就是关键字的变化，它的那些趋势哈。因为这个其实对我们做研究来讲，实际上蛮好用的。你就不用像进那个搜索引擎，然后去再慢慢找，因为这样就蛮辛苦的。好，你透过这样的话，你看我们之前去年。很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看到了哈，去年有没有？这个也很红啊，对不对？好，哦，所以你可以找到了哈。我想这个就是你稍微看一下就大概了解。那么它实际上呢？除了这个以外，你也可以透过像这样，因为它的分析可以再做得更多，那不过这个工具的使用可能就让大家有兴趣回去再试看看就好了，不要耽误太多时间在讲看。那么您看过这些关键字之后，您可以想看看，如果假设你要付费的，我想在台湾用的最多的大概都是雅虎的，好，大概就雅虎。然后关键字老实讲有点贵，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便宜，因为它大概是这样，假设我那你要自己写的，
全部都是自己来的，你要先储值3000块，好，储值3000块。那你这是代理商的，你一个月手还几百块，1万块让他去帮你做这些广告，好。那所以呢，我们后面提供一些免费的方法。其实我是蛮鼓励大家，那你先试过免费的，你可以再用付费来做加码，那付费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因为各位们，你要注意一下，即使你用付费的，就跟广告的不断性一样，它可能跟广告时间比较有用，等广告撤下来了，那个马上就掉下来。好，那你透过免费的呢，比较持久，比较持久，这个是给各位看一下。那么 Google 的其实也有， Google 它是比较便宜的，好，它是比较便宜。那 Google 呢，它有分两种，一种叫做 Google 的 AdWords。好，所以这个就是你跟关键假如关键字一样你去买广告的。另外一种可能大家比较不会用到的，就是你在你的网站上放广告赚钱用的。我相信各位去很多部落格里面看到很多广告，有很多人在部落格然后赚钱啊，对不对？那他就会把广告引到他的部落格里面来，所以如果不小心点了，那他就有一个广告的费用，啊，有广告费用。那这个是在 Google的部分，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那这里呢有一个你倒是可以参考一下的，这个 Google 快讯。Google 快讯可能在 Google 快讯，因为这些关键字的变化是蛮多的，对，一直在做变化。那么如果对某一个关键字特别有兴趣的，或者说我想了解一下人家比如说要找你要找哪一个我们那个社会网站的，那你可以把你的关键字放，那你可以去设定，比如说一天它寄送一次，还是一个月一个礼拜寄送一次，那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查的。那下面我们在这边好了，各位看一下，各位你有没有查过你在网络上的知名度？你看换个名字啊，水库马拉松这个名字太强了，是高度入二的，他们那些知名度感觉如何？来，我来看一下啊。像我自己啊，就是我要买谷歌的关键字啊，老师蛮行销啊，老师那都行销。哎呀，黑屏幕有什么？我每天打回去的。嘿，我是被他捞出来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其实你在网络上打我的名字。你大致上主要会把那两个人的电脑内容都是我的，那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富江亮地村的东西啊，就亮地，所以第二看到画作非常喜欢。好，怎么样？刚找就找到我的部落格了。事实上，我的部落格有广告了。会出现在别的地方，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没有很多，所以我的联络资讯其实很少，因为把这上面的我的 email 啊，那个联络电话都，所以我的很多资料都在上面哈。那你可以看到我有很多，甚至我的行事历也有公布在网络上。当然，因为我现在登录了哈，所以你会看到全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登录，一般正常的话，就是看到盲目这样子。我不想要公布那么多。好 ，OK，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其实你可以查看看，那你也可以查看，比如说你所在地的那个社交中心，对不对？好，看看上网那个排名，哪些网页是排在最前面的？因为可能通常都是首页排在最前面，可能你都是某些事件，所以平常都有会看到这边进行文版。好，这样会改变一下。你如果看到这个，就是它会有一些些低于低于这样子哈。好 ，OK。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刚刚说的快讯的话，其实你只要有那个区面的账号，就可以去做登录了哈。那我这边登录一下我区面。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有很多一些部落格的文章啊，那你会发现说，奇怪，怎么我的文章不会出现在别人那边？
有些时候有的就是去来去去嘛，所以就是我透过半信我放进后，原来等退出来我就马上知道了，哎，其实还蛮好玩的哦。所以其实你可以稍微善用一下这个快讯，一个是说订阅一下你关注的这种关键字，因为平常老是要记得打一下再打，总是比较麻烦，但他会自动把这个结果寄给你。好，那你可以设定一天一次啊，还是这个一个礼拜一次，还是一个月一次，反正他就是有的他会有，你如果是人才都不会寄给你，他不会说没有这边没有任何东西，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了。好，所以就是他就有啊，或者会寄给你。好，那没关系，这个在等待，我们先往下看。好，那么再来呢，这个网站呢，应该算是热门关键是用的很好的那一种。其实部落格上面有很多人，他是为了想要赚钱的，所以你们看到很多人，他就是像刚才的，去了解了最近哪些关键是比较热门，他在上面就是专门贴那些关键词。比如说你看到最近的地震的新闻，那他讲部落格上面有地震的新闻。那么在找的时候，自然他的排名就相对是比较前面，对不对？好，那这个呢，你有兴趣再看看。其实它上面只有两篇文章，而且没有人上过的，反正它只是贴来贴去而已。好，好。那我们可以对照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部落，不是在部落格的，还是在网站的，你可以看看部落格行销的方法。其实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有些我还是有些这样的是让你注意到。但很多大多数的那个中心的网店，他们都比较没有利用这一块这个部分哦。事实上，这个网站呢，它这也蛮经典的哈、哦，来，各位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专门做那个房地产广告的，哎，在台湾，哎，这个是吧？看看。那么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哈，其实您可以看一下，我先把这个图放在一起哈，您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都知道上面这一块是在用那个你的网站的名称，对不对？好，部落格的名称或网站的名称，其实你真的可以善用这一块。你的名称后面有没有？后面这边其实你可以做广告吗？你可以把你的主打课程，可以把我们这边主要的一些资讯把它在上面。另外还有一个，有没有发现下面还有一段介绍文章？介绍应该是我们那个部落格的介绍这一块，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用到，很多都是放我们的 slogan 而已，对吧？很可惜，因为你可以把比如说我们社交中心的联络电话啊、联络地址啊，一些那些都放到上面去。为什么？因为各位不要忘记了，这一块的话在网络上中间你在看的时候，因为是在最上面，对不对？所以最容易就找到了，因为你文章标在上面啊，而且每页都有，好、哦，每页都有，所以其实你可以套用一下。因为你们在看什么？你不要忘记什么，就是这里面你看到很多都是什么建设公司有没有？建设公司的名称，总泰，陆福也是过吧，对不对？没有听过，没听过。惠宇总有听过的吧？有没有？你了解意思吗？他把所有建设公司的通通都放在里面了。所以你要找那个房地产的，他一定会出现，他一定会出现。哦，所以你可以善用一下你的关键字，这样这个哈、哦、会出差很多。你看这边，这个可能大家都看得出来，国外有啊。对不对？宝辉、惠宇、中裕、陆子，咱们要拿出好，这个是给各位看一下，就是上面这一块，实际上是需要去经营的。另外呢，你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这个的话呢，也是部落格当做商业网站的一个案例哈、哦。其实说呢，照理来讲，部落格不太能够做商业的，本来是不能够做商业型的。不过大家都这么做，里面有照片，里面有照片要做完，对，就只能这样子哈、哦。那么这个也比较特别哈、哦，这个是不知道对联的，
喝过，这叫做三十。三十我们都有看过，对不对？三十七啊，就是吃卖那个果汁的。那但是你刚好可以看一下它的网站，可能你比较不会觉得像Google的。你如果看到你觉得像Google的，好像不太像哈、哦，哎，因为它把那个参考的参考变得很大。对，哈、哦，他把参考变得很大，所以你觉得这个比较准，那没关系，我们先往下看。另外呢，像这个安全网这个哈、哦，是我为什么啊？因为我刚好去年搬新家哈，那我们家小朋友在找那个楼梯，我们就要把它，我们把它给看起来了，比较更危险的，就是找那个安全网，结果就发现，它的网页看起来它是复合的假的。虽然它讲得很漂亮，可是你会发现那张卡那个关键词它都排前面，哎，它都排前面，为什么？因为它也是一样，就是它也是透过整理分类，就是像在它会把很多案例，它做好的案例就放在搜索边，变成那个文章。那这个地方社交媒体呢，就像就是现在很多大家都在做的，把个人的简介抛在上面，就是我们除了懂。整体的个人表之外，那事实上你们真的可以透过一些就是记录的方式，你把那些就是以前上过课的把它变成一些文章，好，那在你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的话，自然就相对会找比较容易找到哈、哦。那另外呢，就是各位也可以再看一下网络的相簿，还有图片的命名，这个什么意思？你看我们各位都有这样录过的也好。还是自己的网站，很多网上的面你们都怎么命名？你看各位在一开价就是 T 多少，对不对？啊，或者说 IAT 什么什么，很多人就用这个名称就上去了，这样很可惜。为什么？因为搜寻如果你找的是图片的时候，那可能就找不上跟大家相关的。可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年这个，比如说像我刚刚学的。查到，你能查到原题还是怎么样？甚至你再加上我们的我们社交中心的名称怎么样？好，查到然后是哪个社交中心？你会发现你的曝光率会真的多很多，因为图片也是都运营的部分了，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运营好了，这个真的会有帮助。那还有一个就是影音的部分，这一块我发现有做的比较好，就是我目前就是在我们网站上有做的比较好，因为大家想到，哎，他是录影音，就这样的，好方便，我尽什么都可以啊，就录影音，对吧？所以等一下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网站，照片播一播，影片就好了，对呀、啊，然后他就变，你就可以直接变成一部剧的影片，你连下载都懒得下载，直接就拿过去了。好，就跟你们现在把那个影片放进去一样，不然还会换，对不对？好，因为其实影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但是说真的，比如说像我们要像这一下你再来剪接，我只能说那个是有时间有闲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做那些事，因为录是蛮麻烦的，对不对？好，所以照片相对比较大。那我有发现那个新北市的，哦，他们有用上那个 USB 把那个。成果啦、啊，你看成果展的时候，还是有时候会有放一些那个上课的影片，好局部的，好局部的已经马上放上去。那么你透过这个语音，一般我们我想大部分大家还是用在 YouTube 比较多了，好 YouTube 比较多、啊。那所以其实你把 YouTube 这边你把它做整合，下面呢我给各位看一下啊、哦，像我在往 YouTube 上，我也会把它做分类，顺便帮学校做广告。不过现在网络速度比较慢，怕会不要开很久。就是其实这个是目录，对不对？那么你看到这里，来，这边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些关键字？有没有看到学校名称？学校，我的名字当然不小心在上面了，好，就来上群说。我们还是那个原则啊，你刚才那种，就是说你的东西。确定这是我们的东西，那你要长久经营的，其实你就不要做事，关键是要下好。
光就是下好，你不用跑上，就是不用付费的跑上，自然网络上就能够找到比较跟你相关的东西，不用加多。你如果说是很诚信的话，你会发现说，奇怪，我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不会排在前面，也许能在很后面，也许会找得到，但是也许很后面。好，这个就是差别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呢，各位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一个网站，对不对？这个网站其实蛮不错的，30秒内不用钱。你会不会想做超过30秒？不要，我也不想做超过30秒，因为好麻烦。对，光点击就很麻烦。好，那所以呢，这个还有很重要，中文有资源，这个很重要。好，所以你只要你可以放你的照片，也可以放你的影片，然后呢，把那家那个文字，等于说本来我们要做经过剪接的过程，才能做的，现在不用，你经过这网站就可以进来了。那么在这个网站呢，你也可以不用注册任何账号，因为我相信很多那个什么的上部分，很多人前面都有 Facebook 的账号，有哦，你用那个登录就好。对，现在越来越多网站做这种方法，就是你只要 Facebook 或微博的，还是那个什么 Twitter 的，登录就可以直接用，不用在特别地方注册。好，那这个网站呢？就业，那么你可能想啊，我剪音剪接很麻烦，对不对？跟剪发一样，还有提供很多上班经验，对吧？有上班时间套用就好了，这样你不是省事很多吗？音乐它也有限制时间，如果你想不到什么音乐，或你怕有那版权问题，对不对？我们就用它线上音乐就好，它帮你配好了，那这样做很简单。OK 好，不过因为情况的关系，我就不用了。好，也可以，如果你想要在我们网站上放出语音的，这个是真的值得参考的哈。好，那么最后在这一块呢，我先把影片先停。